谢谢 Roshka， 谢谢毛毛。就是我感觉，我的感觉就是啊，毛毛又回来了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就感觉好像这才是气势，对，毛毛，对。个狂野猫，对，确实很全能，很全能的一个舞者。赞多，哈哈哈，我想说，哎，先说，先说我吧，哎，你，哇，这样，特别特别特别棒，哪里棒？是先说 Logica 的那种 style 是很独特 original 的感觉，对，而且他的 technique 也特别棒，而且很。都 power 也有 bounce 也有，哇哇哇这样的，但是配合一起跳舞的话有点难的，因为他的舞蹈是很独特，他的卡点，他的 bounce 的部分也，嗯，没上那，哎，哪里呢？这样的感觉，对，而且他的 battle 的时候要这样，舞台的时候的 power 是特别大，本来身体也特别大，对吧？那这样的时候，毛毛的。更那种毛毛的 style 是更小小的小小的那种有一点 trick 的感觉吧，对，但是现在两个人一起跳的时候你跳 trick 的那种的话有一点不太不一样的 hip hop 的 style， 所以、但是毛毛刚刚的那个 freestyle 是更 power 一点，这是毛毛的怎么说呢，那个毛毛的理解的怎么说，控制自己的风格的能力太棒了，对对对，这个这样的感觉，对，我觉得这个舞蹈很厉害的，其实我觉得毛毛和老师的配合真的很好，然后其实一样的舞蹈跳的话这高自己很重要嘛，但是今天毛就是真的好像很大的一个感觉，这个氛围有一点变大了，所以我觉得哇，然后他毛正熙的表情都一起这，对，